天哪，这是第二天，又在堵车了，我真的已经堵了一个多小时了。给大家看，堵的人心里发毛了，我真的，我的颈椎也好难受，堵得我犯困，好想躺在后面睡一会儿。不敢睡啊，我要是睡了谁来开车？哦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第二天晚上，我现在终于到了这个服务区，这是属于青海的。今天经过了陕西、甘肃，进入了青海，这里叫乐都服务区。这个服务区比较小一点，我今天真的好累啊！我现在回到了车里，外面好冷啊。今天呢还是比较开心一点，因为今天又还了有19500的债，给大家看一看吧。这是3000，然后这里还了4000，这里还了有10000，然后这里还了2500，然后还有一个人家催了，人家今天催6500还没给回话呢。下个月已经要预约还款的都有，至少都有2-3万了，下下个月又还5万。这个月月初的时候还了有10000多，将近20000，现在月底了也还了，也算是20000吧。那么这个月还了有4万，还算不错吧，但还是远远不够，继续努力吧。今天还完钱，我身上就只剩下900多了。银行卡上现在还有28，会好起来的，慢慢都已经开始变好了。好啦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。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好吗？加油，拜拜。